边也开始了。好，好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，等会儿马上。眼前是白沟河下游的大清河，被淹的涿州、高碑店东等泄洪区均在白沟河右岸。白沟河和大清河都已是一片汪洋。前面这条河就是白沟引河，它通向白洋淀。我们看看河里的水位，这个河里很浅，水很浅，也就是下雨积的水。现在是8月4日中午。白沟引河。妈呀！我哥给烧纸呢，我们俩给烧纸来了啊！啊！嗯，你说别人的房怎么都好好的，怎么咱们这怎么都是生吃上干的嘞？啊！妈，爸，一路走好，谁个洪水也没找我啊！妈，爸。他妈假的，我在这儿呢，我刚到这儿，这还待着在这树上刮着呢，这现叫的那救援车这儿给捞上来了，还超过大坝都没了，你告诉他，啊，留着房子没了，妈那个什么剧房都没了，你说那大房子没了，大房子就看没了，是你家拆房的，啊，剧房都塌了，都没了，就机房了，连洗房产那个原先那个机房。连洗棚盖的溜棚的全没了，哎呦，洗棚的车都搁那棚里了吧？啊！看看，看东大桥，看我们先村的东大桥。桥都冲这风出个那儿的没淹死，看着没？啥玩意儿？这不北去了？看，这房子还有个人呢。看看，看这人。有孩子看。你看，这，不是，大河桥塌了，踩塌的，护东西了，这些搁那。这是他妈的塌三角。
水进大林子了。咱们这些是看热闹的，咱们心太大了。上房了。哎呦，咋好见啊？今天还有不涨水的，今天是一楼的水。这咱们全咱风光。不是咱们，不是就是咱们厂长成这样，下成这样啊。咱主要有水办的。现在我所在的位置啊，就是武昌龙山水库，现在是排洪了。今天是四号，看看历史上最大的量啊！看看这个，看看这水。现在这水位是历史上最大的水位啊，最大的量。看看都空躺着，现在这闸门呢也不起作用了，也不挡了，来水来多少放多少。看看闸门呢，四大闸门都是。看看这水质。看看，走着。看看这水位，嗷嗷渴。看看水位，食药中心的对面的物资啊，是摆设。我刚刚问了，我说是不是可以凭我的身份证去领物资？人家说不领不领。啊，这个海洋视频，我这海洋演绎，我真的是没想到，这车货物号称是当着我的面说是要驰援我们柳河营的灾区的，然后进去屌了个头出来了，拍视频拍了五个多小时，看那车没有，真好看。这是从我眼前驶进去的。当时他们已经明确的知道已经涨水了，而且老太太已经被山西猎鹰还有山东那边的救援队救出来了。江苏猎鹰，江苏猎鹰，来您说一句，江苏邳州猎鹰，就是这大哥这一个下午都帮着我们去救人家受灾群众的流浪动物。这里有我们照片，江苏邳州，还给人说错了，这边哪边？这边，看看。而且我跟大家说，怎么样评判？看人身上湿没湿。来，我目送一下我们的救援物资，可能驶向下一个灾区，然后继续出现在大家的抖音视频上。别来了，我求求他了，别来了。关键是作秀我不怕。我们今天下午去救助的时候，这群人在那儿给我挡路。把受灾群众带救助小院的流浪动物跑到他们身边，正常的援助应该是帮我们抓一把人，老乡在门口等着，他们他妈的往他身上泼水。我跟你们说，
灾区不缺你们这样作秀的。在抗洪抢险第一线，再立进攻，以我们实际行动落实省委省政府的部署，确保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好，再次感谢大家啊。四面环海，看车轱辘露出来了，那阵车轱辘没有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2023年8月4号，现在的上日，整个是水城了哈。这是一个大车，那个就剩个棚了。四面环，小区楼下彻底困家去了。昨天还笑呢，今天就哭了，全是汪洋大海。这车，小区楼下车，市政府大舞台持平了，市政府的车，全是哪都是水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看看这大车马上就冲走了，这个到房盖顶了，手机马上没电了，也没有充电宝，整个城市一片都沦陷了，这可真是成了海景房了。这大河决堤了，蚂蚁河决堤了，近处是水，远处也是水，就大舞台一人都高的大舞台都已经没了，就剩大屏幕了。市政府，二姐三姐你看看这蚂蚁河，你看倒灌了，完了，真完了。你看我家这块三楼，这是三楼，你看剩个小盖儿，那是凹地啊，你看。你说话就不行。那是最凹地。就在这靠啊。我就不走，我就搁我家。你在家，在家先饿饿着吧，孩子吃啥吧。你看，搁我家。你家都家的。搁我家。你看，就像黑车那地方，昨天我和老二车就停那些黑车那地方，看，得亏挪走了，不挪走完了。黑车就快没了，现在小黑车啊，就停这儿，我昨天停这儿，从地库是地库，
这水还哇哇往里淌呢。河北涿州洪灾引发各界关注，目前当地最低处水深已经高达12米，还有大量灾民亟待救援。但奇怪的是，自8月3日起，70多支民间救援队开始撤离。知情人士爆料，这些救援队是被政府逼走的。专家分析，中共此举是为了防止灾区惨烈真相曝光。有微信群信息显示，有公羊救援队员指责涿州政府不作为，还诋毁救援队，让救援队员寒心。我们来3天了，一直是我们自己和老百姓对接，我们吃的住的都是自己找，政府一句话没和我们说，这就算了。第一公开说话你就对我们所有救援队，这不对吧？我们是免费救援的，不是收费的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救援，而你们政府在做什么？分析指，现在是泄洪后的第4天，在断水断食的情况下，未来1-2天涿州很可能要发生大面积死亡的情况，中共政府最怕的就是这些惨烈的画面被公布出去。当政府变相逼迫民间救援队退出的时候，就表示官方救援人员要进场了，他们是听政府话的，受政府控制的，政府要最大限度地防止灾区那些惨不忍睹的画面流传出去。中共为保北京和雄安，把洪水持续泄入涿州，由于没有提前通知，数十万村民被困在洪水中，许多人已经2天没有吃饭了，缺水缺食物缺电，信息也难以传递出来。现在当局严厉封锁消息，又逼迫民间救援队撤离，灾民的生命堪忧。我们接到相关的通知，明天中午12点，所有救援队了，蓝天救援还有个人救援的全部撤离涿州，明天中午12点之前全部撤离，由中国解放军全部介入。明天中午12点所有的撤离，然后由中国解放军全部介入。现在特别乱套，就算我们下来捐物资也没有相关部门对接，都是靠自个人的能力跟朋友联系当地的救援队，包括河北邯郸的这边的，还有河北石家庄这边的，把物资给他们，然后再发放到村里，相关部门没有一个人联系啊，包括高速口了，要反正路上反正有交警，具体的情况咱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明天中午12点所有人员撤离，有部队全部介入，中国军队。这大劫是完蛋了。就是每次来那大劫，我天哪。门头沟侧门啊，这个过街楼，我的天哪，已经被冲成这样了，水势依旧很大啊，水势依旧很大，这是摇身庙金楼，往九龙山九龙路走的路已经成这样了。下边的公交车也被冲了，哇，370，这个巨石至少有5吨沉啊！我感觉这个巨石太大了，哇，全是各种大石头啊，被冲下来的，我的天，全是各种大石头。哦，这门过街楼已经被冲垮了，墙已经被冲垮了，但是主体建筑还在。哎，还原断壁了。
旁边的娃已经被冲坏了。水势依旧很凶啊。过街楼后面啊，我的天哪，它是承受了多大的水压呀，真的，天哪。原来雀门这儿是棚户区改造，居民都搬走了，所以说没有受到影响。但是这个过街楼真的，看来是水把它的墙面给冲跑了，但是主体还尚在啊，然后缺了几块斗拱的砖，哎，万幸啊，它还能保存下来。这是韩三村的村的正沟，原来都是平地，现在从山上山洪来之后一直从山上，看看拉了这么深的沟，然后把韩三村直接给冲没了。这是正沟，这是槽地，我四哥那个房子，然后下边是万里他家的房，没有了。再往下边是我二哥的房子，也没有了。再往下是我的房，四合院的房，现在就剩了一个北屋。这儿有三栋房，都没有了。我脚下是一栋房，没有了。往下是我九零哥的房，目前我九零哥家的我嫂子还在失踪，人还没找到。上边是文臣的房，还有我瑞天哥的房，我瑞天哥还有我嫂子他们俩给救出来了，然后里边还是埋着他的闺女，他的女儿到现在还没有找到。您当着问一下，明天当着问一下。今天您过去，今天报完警之后，他下班了已经是吧？啊，您明天拿着那个啥，拿着那个咱们民警给您看那个条，到那儿物业那儿问一下，他给您看影片，已经让他报完警了。报完警了，警察那边受理的，他帮着协助您看影片，您不让跑，咱内部跑，您看一下有去哪个车撞，有什么过程，然后。
集一个电话，你集一个电话，明天到时候如果说他那边需要跟我们核实情况，他打个电话。哎，不是，人记一个，我重新记一个，198，1022，6209，就刘警官的电话，对，明天如果他需要核实，让他打个电话问一下就行啊。然后那个你们看那小条，你明天给他看一看，多让他写一表态，交警那边实在是那个过不去。然后有需要告诉你。但是一些这个地方都要出现一些弯曲的地方，像您的这个改造是比较。